这个台湾水果，当然少不了芒果，尤其是芒果制成的冰品啊，不只是消暑的圣品，那酸甜的好滋味，让人犹如沉浸在恋爱中的浪漫。今天 KC 夫妇就要为大家示范芒果冰淇淋的制作。今天就是要用 mango 来做 ice cream， 它最大的特色是用加什么？然后很多的鲜奶油吗？No， 我们用 fresh milk， OK， 我这边有500 ml 的鲜奶，这个补钙哦， OK， 先用中小火3分钟哈、哦，给它快滚，不要给它大滚，然后就小火，大约要40分钟哈、哦，从500 ml 要煮到150啊，500 ml 等于要150，等于要变成比较 creamy 的奶。好，所以我们的 ice cream 里面是有新鲜的牛奶，要把它煮成变浓缩的鲜奶一样。那 Indian ice cream 呢？要加色。对，我今天用台湾的中药，这个叫什么？山栀子。OK， 这个山栀子哈，我们只要一茶匙。OK， 那加一点冷水。那因为今天 mango 是有点 yellowish， 对，那我要有点 orangey。OK， 所以呢，我就来加一点点的这个，可是还好，这个你看马上色颜色就出来了。然后呢，这个 Indian ice cream 我们有加这个 cardamom 豆蔻 cardamom， 你也讲了一下印度话。对 ，OK， 那我们比较多，因为它这个哈味道哈蛮重的，所以呢稍微压一下就 OK 了，好 OK 了。它跟那个叫做什么香草棒，它里面有很多那个籽哦，原来是要它里面的籽汁啊，那跟那个香草棒很像。Smells good， yes， smells good。其实很多的这个甜点啊，没有什么好处，可是如果你可以用一些好的食材、天然食材来入这个甜点呢，那就有好处。那我们把这煮在鲜奶里。No， 我不要它太重的味道，我要等我收。收到它变150 ml， 我再来加那个山栀子，因为不然营养一直煮掉。OK， 有没有这样子的味道就很重哦？那我这个糖，我用40 gram 糖先加，糖可以先加，用冰糖。OK， 因为我要它的色泽，所以我今天用那个白冰糖。So easy， 这个等它收汁，现在快滚了，我要转40分钟。给它小火，好 ，OK。那我这里用50 gram 的全麦面粉，50 gram 的低筋面粉，加上1/4 茶匙的肉桂粉，就是肉桂粉有它的香气。再来要加点盐，哇，海盐。然后我加了12 gram 的细糖粉。要不要鸡蛋？要多少？要蛋黄。蛋黄啊，蛋黄怎么挖蛋黄出来呢？你把蛋白拿走就变蛋黄，你把这个蛋白。OK， 然后里面就是蛋黄。好，那这边比较特别哈，因为我的蛋是要松的，所以我不像平常去和，去挤它、去搓它，而是用这个刮面刀，有没有？给它慢慢的让那个奶油融在里面，然后蛋黄也和在里面，让它松的感觉。接着呢，我们就要加橄榄油，因为我不要吃太多的 butter。Understand？那我可不可以先把那个 mango 打成泥先？我的冰淇淋没有啊，你要跟你的鲜奶一起打、啊。我先打可以吗？可以。我现在没事做。那你的那个那妹加了没？那妹还没收啊。对啊。看一下我的奶，变少了。差不多了。好香。那你去帮我拿橄榄油好不好？来了，我给你。有时候他们外面做这样一份派皮啊。要用到将近差不多100 gram 鲜奶那个奶油，我不要，我只用到10克而已，所以我再来我要用比较健康的是，来，所以我们今天用 extra virgin， 这样子会比较好，因为太多的奶油哈不好，我们现在把它奶油减很少的量，然后用橄榄油来代替，所以这个派不用机器的，你只要这样子像 Claire 这样子搓一搓就好了，然后就开始给它压定型。然后我们定型之后呢，这个面团呢、我们要放在冰箱冷藏，给它放个30分钟。这个煮奶哦，一定要哈、就是完全比较高的一个道具，因为呢，奶是跟豆奶一样，很容易溢出来。对，跟豆浆一样，很容易溢出来。好，我要加1茶匙。OK， 这个有没有看到？这个颜色有没有黄黄的？
好，那我们现在加一茶匙，因为我不要它的重要的渣渣。OK， 好，那我把我的那个 cardamom 把它，你只要下去一下下就可以了。然后等一下没关系，已经打进去了哈，所以这个就是在里面了。好，我这个也好了，这样就变成一个 dough， 松松的。然后这个 dough 我们要放在那个冰箱啊，给它 cool down 30分钟。完了，我这也要冰镇哈。对，没错。OK， 我去拿冰块去冰镇这个奶。我们这个哦，要让它有点 creamy creamy， OK。然后呢，我们进到冰水去冰镇一下。那我们这边啊，刚才300g 的 mango， OK， 把它加进来。然后呢，这个冰淇淋完全用新鲜的 mango 就好了。那 Claire， 刚才你煮的这个哈，差不多了，你看。然后你要不要加一点那个？有时你可以吃那个果果的，要不要加一点？可以帮我加一点那个洋车前子。对，洋车前子。OK， 好，那我们现在啊，让它有点稠稠，因为有些时候有些人喜欢配 pancake， 可是不要煮过久哈，这水果煮过久哈，它不好吃。OK， 好香哦。我觉得它这个东西芒果的特色就是有自然的香气。好，妈咪，你帮我打这个吗？我倒下来喽。OK， 好了。做两个。你看，很香哦。做不同的，你把它冷冻，它的这种 ice cream 哈很健康。你看它的 color 很美，对不对？好，你这个有加 lime lemon 的吗？啊，没有，最后要起锅之前要加点 lemon，起锅之前才加，没错，不是煮的。提味一下，那个柠檬 ，OK， 这个水龙头也不错，挤一挤，你看，再把它搅拌一下就 OK 了。但等一下就会稠稠了，因为有洋车前子。好，这个滚了，我帮你拿去冰。我们大概放在冰箱30分钟后呢，这个就是我们做好的 dough。那我们现在要把它做成派。那我们家里就有这种小的模型就 OK 了，你不要刻意去把它捏哈，它有一个不要去把它搓，因为我们就是要松松的，所以不懂人去捏它反而不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这样往旁边挤，底部要薄一点。OK， 哇，你做的量很多呢。好，那这个哈已经有点半凝固，所以我要加轻轻的在上面。你会看到它，如果你轻轻放，有没有？它在上面。对，最后半凝固的时候再加。对，这样的果粒就是浮在那边。可是你不能等到完全变布丁了再加哦，它已经沉不了里面了。你一定要它有点半凝固的状态，然后加在表面。那表面呢，你不要切太重太大力，它会沉到底下。有没有看到上面也有？有。OK， 然后我再切这个，哇，能闻到，哇，有很浓的芒果味，因为你有加很多泥，对不对？嗯。然后又加这些丁，吃到那个口感，那特别是这个冬季芒果，它适合，因为它 Q 的，对 ，Q 的，它不完全像那个。它含水量没那么高，有一种是比较软，是叫什么？艾文 ，OK， 水分比较多。好，那我们要呈现冰淇淋的 ice cream， 耶 ，OK， 那你给铁板上帮我预热了没？铁板上预热咯，小小的，加 mango 布丁，加 mango 布丁，嗯，然后切一点那个 mango。应该倒一个，我有布丁芒果啊，应该在它旁边啊。啊，哦，倒一个小的，要切这种丁的在上面。对对，丁的我是要放在 tart 里面的。放在 tart 里面。妈，你是说这个要扣在它旁边啊？对啊，可以这样。哦，有没有？这样一高低很美吧？然后还不要一些新鲜的芒果。对，芒果丁。贴锅哦，要贴锅哦，烤很快。这个派皮做起来呢？其实有些时候你自己煮咖喱牛啊、咖喱鸡啊，你就切一些丁，哎，把它放在这个派上，几分钟？
先设定十分钟。十分钟。那我昨天也先做一些好的。好的，在这边。妈咪，这个拿走了哈。你要不要挑出来？要，都 OK。不挑也可以，来。哎呦。不是不是，因为很松，我要直接靠在旁边了，先这样对。然后就放一些布丁，这样子吃。哇，你看到没？你昨天有加大雅麦，对不对？对。所以它比较松。哇哦。好了，三样点心在一起。哦，原来是这样子吃啊。许多以水果入菜的佳肴都让饕客赞不绝口，尤其与海鲜更是绝配。今天 Kevin 老师也将挑战味蕾的极致享受，用芒果来入菜。我们今天刚好因为有两种不同的虾，我们来做一个虾船。我们用这个虾子啊，因为这个刚好换壳，它壳很薄，好，我要把它剖开，把那个烧沙可以进到里面哈 ，OK。然后这个我们来做一个虾球啊，有听过凤梨虾球对不对？还有没有听过芒果虾球？所以我们今天来做不炸不炸的虾球 ，OK。好，现在来处理虾哈。那虾如果说你没有马上吃哈，你先把它冷冻，然后不要前一天解冻，因为虾比较快解冻 ，OK。像这个明虾哈，因为我们要做船，所以我们要给它。坐着，所以这个有脚是站不住的。OK， 我们都修好哈，不要泡水，然后等一下再用柠檬洗一下，然后这边尖尖的都要剪掉，才不会伤到。好，那我们现在这个修得干干净净。我现在这边哈，已经把苹果丁、小黄瓜丁，还有番茄丁，所以接着呢，沙沙酱里面一定很重要，有一个罗勒叶，罗勒啊 ，basil 的丁，我把它切下去。Claire， 你这个要怎么办？你的虾船，我要先救。有啊，我们要用壳保留肉的甜分，从那个这里，可是要很厉害哦，脖头要保护住。然后我们先剪一下，再来。当然，你的刀如果够力啊，直接一刀下去 ，OK。再给它翻开。那这个刀就保留吧。对。OK， 那你放的烧沙要多深？要让我够放那个。你这边要给它打开吗？没有，我这个是对。要吗？啊？这边要给它打开放吗？要，不然你打不开肉啊。通常如果你胡椒盐你完全不要打开，有没有？你会吃到整条啊，像龙虾 ，OK？ 明虾的口感就是这样。那因为今天是水果来搭配，所以我今天就不腌葱姜蒜酒汁了。我的 mango 会最后再放，所以我调好了基础的沙沙酱啊，这个时候这些已经东西都 mix 好了，我就会加一点那个橄榄油或者是酪梨油，再加一点枫糖就好了。我就完成我的沙沙酱了。好，那这个虾我先把它完成哈，很简单，我们来一点黑胡椒撒在下面。那这样子的话哈，它其实不会太辣，因为它有一个膜保护它。OK， 可是它的香气会呛进去。你给我一点纸巾，我要让它干一点哈，去干烤，因为我今天不加油来干烤。OK， 那。等一下，我这边里面还是要呛一点芒果香，所以芒果。所以那另外给芒果的。对，我先来一点盐，顺便也给我一些。你不要太早加，太早加会出水。好。稍稍会出水，等你要 serving 的时候再来加。OK， 那我现在里面，你可不可以帮我放一点那个这个芒果 ？Very good， 那我干脆吃下去。Q。又甜，讲到大家都在流口水了。Good。哎，
虽然它这个还没有完全熟，所谓就是说不是很熟，可是它有另外一个，真的就是吃起来是有吃到台湾所爱的香气，可是肉是有果肉了，好吃。现在你在弄那个mango，对，我这样子会把那个芒果香气啊烤进去。等下烤的时候，我们最后才上那个再上那个烧沙。好 ，OK， 我完全干烤哈，不要有油 ，OK。你马上会闻到哈那个胡椒呛下来的味道，因为胡椒在下面。这个就是像一个 boat， 一个三板 boat 虾。什么是三板 boat？ 三板就是三板呢。三板船啊 OK OK， 我们啊因为有打开哈，所以它不会那么久，我们先给它五分钟，因为没有用油来烤哦，会很清爽。现在好了，快点，哇，你看你的烧伞好了，对，来赶快，我喜欢这一条哎，对，让它不规则，软壳的翘起来了，好嫩哦。那等一下呢，我们再加冷的，要吃的再加冷的烧沙在上面，再一条了。对。然后再烧沙。你要射虾球对不对？可是要 dry， 我今天都不腌哦，来给我一点纸巾。好，那我们现在哈给它 dry， OK， 那我们一定要记得要擦干。那因为我们要做虾球对不对？所以我直接哈把它弯成球了啦，要有一点距离哈。我帮你打成泥，你帮我打成泥，对。那我还要给它配一点芒果丁，芒果块。OK， 那我们来一点盐。好，因为虾是蛮快熟的哈，那我们要盖着起来煎，所以你可以把调味料哈先调好。OK， 好，那我今天这个虾哈不要让它出水哈，水珠起码要比慢跑快一点。OK， 一二三，可以，还不错，对。来点蚝油，什么蚝油？蚝油。你会叫吃？好 ，OK。那我们就是给它中火。那你切那个？那个一分钟。好，我们来看一下。哇哦！哎 ，So nice。要这样子啦，有没有像炸的？好 Q 哦，这样子就像炸的了。好，你看到我其实锅子不能用太大，用差不多就好了。那你不要炸太干，太干它会茶茶的哈。OK， 那我现在再来加黑胡椒，一点黑胡椒。OK， 然后那个 rest the salt。OK， 来。那你打成泥了哈，打好了。那我要挤一点 lemon juice。对。来一点那个枫糖。OK。好，我们来看一下。哇哦！哎。我们先加一点那个 oregano。Oregano。菜啊，食材是让你有变化不完的，变化不完，对，只要你爱玩菜。那我要有一点颗粒的 mango， 然后再加。他们是有加鲜奶油，有些人会加。有加鲜奶油啊？我们所以我才说要不要加一点鲜奶，一点点就好了，一点。Yes， 你看。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吧？好吧，玩菜。
我先起锅。就。怎么放？你先放。一个人两粒。我们先来配今天那个，这个旁边要有一点锅巴，锅巴 ，OK。那锅巴这个油哈不能太不够，好不够的话它会吃油。OK， 我们现在来测一下。好，这道太简单，那个油起泡泡了哈，我觉得应该会大概在150度，148，会大概在150度。好，我们现在哈炸这个时间很快。用中小火，那你给我一点纸巾的吧。这个哈一起来哈，马上要翻面，然后压下去，不然会翘起来。因为我们油用的不多。OK， 有个要不要照耀起来？你翻面，然后压下去。这个配海鲜应该也不错。好，要这样的，大概是148。你看，要差不多马上起来，这个就对了。那油在家里哦，偶尔要炸的哦，你的油会很干净，不，那你油炸完就丢掉，就不担心有回锅油。Beautiful， 然后呢？你的很美。要吃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接等你，加油！加油！加油！我今天也不知道在拍什么，来准备我跟你讲，我心都不知道在哪里。他们也看得出来。